今天去梅田去逛一逛，去买点化妆品。今天地铁里人不得了，周五又放假了，周末人是很多的，去逛逛啊，带大家去看一看梅田。无所谓啊，你要冲就冲，不冲就不冲。他冲了吧？嗯，冲吧，我不知道里面应该有两三千。走开。现在排队坐电梯。全部靠右面站，左面让人过。啊，这么多人！现在我们来到了阪急喽，阪急百货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商场，龙总他们去看化妆品了，我在旁边站着，随便拍一下。旁边都有各种美术品的展览，这商场太大了。嗯，再说今天人又多，我也不太想动。昨天没有睡好，很累。蛮漂亮。这是一个广岛的一个作匠做的陶瓷的一个展览，这个是蝙蝠侠吧，这是海王，旁边是一个绿巨人。大家旗帜来看一下。哦，还没弄完呢，还是个半成品。最后买了这么点，新品上市。洗面卸妆粉，最简单的。最简单的，最基本的，这是整整一大套啊！买完喽，付钱，付钱。这是礼品，买化妆品送的礼品。哦。买了这点化妆品，一共花了30912吧。按照现在的比值汇率不算贵啊。这点钱可以买那么多。这个是防晒霜。8000嘛，400块钱。站着累死，坐在旁边的那个皮沙发上坐一会，这是展示品。呵呵，他们在付钱，付完钱咱们就去别的地方，好吧？今天吃美食找咖啡馆肯定不会少了，到时候拍摄啊，拍摄，分享流水账，每天生活开开心心。啊，买好了，咱们看看龙嫂买了什么。看看日本小姐姐的服务啊，这样拍就把别人给拍到了，这样不太好啊。哎呀，商场人不得了，全是人啊。现在国内已经看不到这种场景了吧，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这边你看人，百货公司的人多不多？
这又看上了 SK2 了，商场人多，咱们挑一个角落挑啊。他们中国人的购买力很厉害，旁边那个大姐一下子买了50瓶三先生，什么概念，全买空了。他们中国人好买啊，一买买20瓶，淘气吧，把商场所有的化妆水全买空了。哎呀，迪奥排队喽，迪奥！哦，这么多人排队哦，这么多人，半扣啊！LV 也排队啊，这么多人，哎呦！男士品牌不在这里啊，我那个男士品牌好像这边没有啊，没有。这边购物不用担心啊，这边全部是中文导购，全部是中国服务员啊，每个柜台几乎有2到3名，所以不用担心啊。这边是阪急百货。现在在找龙哥的化妆品，但是好像这边没有，没有也没关系，反正我现在还有存货。品牌的诱惑力是蛮强的，很多人特别你看追捧这些品牌啊，龙哥对这个不感兴趣，尤其是包包。终于找到了最里面，现在这个品牌在国内很多做代购的都在做这个牌子。国内买的贵不贵，真不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只卖日本的产品，放心。这个是法国牌子，法国的呀，但是国内都在推这个牌子。你以为找到你之前那个没有了是吗？之前没有了。那龙哥上次买的是早上用的和晚上用的面霜啊，然后是这个爽肤水。平时我用的基本就是眼霜和精华，差不多，差不多要10万里面吧，10万一套吧，差不多是吧？这加起来10万，5-6千，我感觉已经非常不错了啊，这个非常不错。那配就是这两，用这个已经很好的了，美容液和这个很好，最顶级已经到顶了，没有再比它好的。这是服务员说的，他说我这产品最高等级的，挺好的。哎，这个也是非常好啊。买了，付钱，下去喝咖啡去了啊，累了。龙嫂确认买单了。今天加起来总共买了多少？买了10000人民币。10万。10万人民币。现在什么都贵啊，对吧？要买个化妆品都要10000了。哎呦，化妆品肯定是要用好的。这个是不多见的，在日本好像没有人会
就是跪在地上要钱的。看看人多不多。黑压压的哇，这个人哦这么多。这么多人呢、哦。行为艺术啊。到前面去拍吧，这边拍不清楚啊。哦，原来是行为艺术啊。商业化吗？商业化吗？在这边设摊要经过当地警察署的同意才能摆放啊，这个不能随意。这都，啊，他说不允许拍，那就不拍了。本来想帮他宣传宣传，人家不需要宣传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往前去找咖啡馆喽。最近每天怎么到处都在有那个乞讨。每座城市都会有，多多少少。现在生活成本上涨，每次来都觉得很漂亮，所以失业的人也逐渐多了。不过呢，梅田还是欣欣向荣啊，全是人了。找咖啡馆吃一吃吧。逛吃逛喝的第一集就拍到这里啊，一会儿我去找咖啡找美食，到时候再拍吧，时间拍的太久也不是很好。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，我是龙哥，感谢关注60后大阪慢生活，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咯，拜拜拜拜。